少林武术阴手论五到七式教学篇。好，下面来讲解第五式，右马步可棍。往前飞棍，先动右手，左手在你的腋下，手背贴棍，然后转动半圈，转平，上右脚变马步。右手胸部交接，左手下压，右手上脚脚棍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做起。起身，右手先动往前零，棍根朝前，左手手背踢棍，转半周分平，上右脚端平，左手下压，右手上挑，挑的时候左手往后滑一点，右手往你的左面滑一点，左手在左胯处，右手沉肘，目视棍上。好，第六动作，左马步可棍，也一样，起身，上左脚。左手胸部腰间端平，端平的时候，右手往你的右侧滑动，用虎口带动滑动，左手往你的右侧滑动，滑动同时，脚棍，右手下压，左手上挑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弓步压棍，马步挑棍。左手往前滑动，左手往前滑动，起身迈左脚上半步，右手往上拖压，压的时候啊，左手在你的左腰处压平，你的棍高和你头是变高了，